伟大的目标可以驱动你，启发你，帮助你判定人生的轻重缓急。为了过个收获满满的人生，设定目标是关键的生活技能。你的世界里有太多复杂的机会和令人分心的事物，目标会为你的世界带来强大的聚焦感。设定目标等于决定人生的下一步，这样你就可以想出如何达成的策略。目标能让你展开行动，当你依照合理的完成时间、承担力和后援，定下简单的目标，就一定会成功。目标有助于厘清哪些任务会引导你完成你在这世上想达成的事情，为你带来清楚的思考架构，让你做出聪明的选择跟决定。目标会简化你的意图，提高思考效率，忧虑一扫而空，把你从选择的折磨中解放出来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:30国语一台以及无线3台7:30的天下纵横谈。目标就是有期限的梦想。